敌人杰已经联络李氏宗室，愿同特厥王起兵造反。本王奉圣上之命捉拿逆贼，其罪当诛。确实罪无可恕。敌人杰，你受死啦！保卫！一心拨乱反正，却惹来杀身连场。宫廷内外群臣争权角力，狄仁杰孤身护法，逆流死拼，表现一代盛世，人中之杰，盛世人杰。